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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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精良自然。加油加油加油！一火派，到此为止了。今天练到这里，一是99胜零负，你真行啊！一卤汁加蛋，老铁叫卤蛋。如果加的是蛇呢？Don't follow him. 叫乳蛇。如果我也有张像人一样的脸，上面一定看起来就是超级不屑。依我们走吧，休息去让他们静一静。我还可以继续，问题是乳蛇们还行吗？对不起，走了啦。乳蛇蛇非得一直这样啊。教授，为什么零与一的强弱差了这么多？魏同学强化了零的攻击，安琪拉同学筛选了一可能的弱点。We have used every means to make Zero stronger. 试试看，用对称性错缺来解释。Spontaneous symmetry breaking. 墨西哥帽的未能函数。什么意思？我不懂。Around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Mexican hat. Potential function. The top of the cap has rotational symmetry,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bottom does not. Then symmetry breaks at any position on the bottom of the hat. 还是不懂。墨西哥帽，简单的说就是人有两握手，但是拿筷子吃饭的永远是右手。我懂了，有人天生就是胜利组。我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The state of zero is divergence but convergence. 所以时空运气好像都以一为中心产生了扭曲，难怪越战越强。不管了，只剩最后一场比赛了，我只想问一个问题，教授有补考吧？没有。那暑修呢？基本上我只教到这学期。怎么会这样？我们完蛋了。Professor, we found a strictly defined subroutine posse but put in the zero system program. 那个副程式似乎会大幅提高 zero 的运作频率。那个啊，我都忘了有加进那个，一也有我。那个设定的条件是，万一人工智慧快要死了的时候才能用。那不就是现在吗？我们快死当了。一旦启用 BotBot， 系统会无止境的超频与加速，直到被毁灭为止。爆炸 ？A self-destructive button？ 也许那个才是必有真正意义。我们明明这么努力，这也没办法。难道零只能是卤蛇？为什么零会弱成这样？也许它只是个级别，对吧？那教授，我们来造二吧，好不好？告诉我们制造方法。真是让人困扰。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你们吧，我们原本就是不为政府所承认的单位。零与一是在严重实验室意外下诞生，过程离奇到说了你们大家也不会相信。生产零与一的代价是我未婚妻的性命。Professor Lee still single。还有我这张脸。这，太惨了我。我们应该可以感到骄傲，至少我们遵从了自己的良心。卷毛，你还真是大好人。谢谢你们为我留到最后。Zero， 你们帮助了我，让我了解到原本是敌人，其实也可以是朋友。零，别说了，你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零，我开始相信李教授说的，我的使命。当鲁蛇的使命吗 ？Wisely。不会轻易的去牺牲任何一个生命。那你还是多保重啊。我有一个想法。这是明天的最后一战，我想靠自己去战斗，当然还需要你们的一起帮忙。零，有什么疑点吗？请容我想想。有一，看到一，你陷入不幸福痛苦。厚颜无耻的家伙，给我搞清楚自己的立场。我永远是最强的，一切生杀大权都将在我手上。零一直配被丢进垃圾桶中遗忘。多说无益，顾问开启对战。这是
称从后盾。灵，你搞什么鬼？快攻过来！一，灵的战术跟以前不同了。不是他，你想错了，是他们让我们这么以为。一，周一时间，我们要全力进攻。不行，这里有阴谋诡计。你看他们三个，哇，原来还有这招。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千方百计想打败我。我的条件是正确的，我说的判断是绝对的。我。时间到了，赢不败，何惧收场。人类真是奇怪的动物，明明一场都没赢，还能高兴成那样。一，你永远不会懂为什么马拉松最后一名的选手获得掌声却最多。安吉拉同学，你怎么还没去毕业礼堂？ Chinese favor his face. Win is win, lost is also win. At the first beginning, professor should tell us speed the peace game. 好的老师，不该阻挡孩子们的学习之路。Wisely is for work, lucky is for degrees, and Mesa is for her country. But you never asked me, what am I for? 我听起来不太妙。My original name is Sarah Doyle. I was rescued from an accident by the angel who named Lee in my childhood. 姓李的在台湾乃至中国都是很多人。The angel gave me a gift. It took me a long time to find its location on the map. 十几年了，没想到你还留住他。What kind of person will give a girl an eraser as a gift? 看这形状，你用得很开心呐。I want to assure you are the angel. 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do it.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一直戴着面具。I wish to see your face. No.